险家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哥哥，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，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。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，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。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，把我们的头想象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，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。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，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，做得非常棒。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，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啦圈，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，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。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，我们把一条腿抬高，用手抱住，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，把腿用力往上抬高，做得非常棒。嘘，你们瞧，看我发现了什么。黑猩猩很擅长爬树，看它们矫健的身姿就知道。我们也来学猩猩爬树吧，先往上爬，像我这样，再慢慢的爬下来，做得非常棒。我们再来一次，慢慢的往上爬，再爬下来。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啦，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双脚站开，两手向外伸展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，跟着我一起吸气呼气，吸气呼气。小朋友们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，补充一点能量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再见，再见。小剪刀，咔咔嚓，创造出七彩的花园，拼一拼，站一站。飞机载我们飞向蓝天，小手指动一动，画笔绘出美丽太空船，小脑袋一转一转，各种材料来个大转变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手工的世界多奇妙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动动手快乐就来了。各种材料来个大转变，
了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颗圆溜溜的小番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我身体长得红彤彤的，那你们知道我们的种子是什么颜色吗？让我们来看一看，这里面就是番茄的种子，你们看看是什么颜色呢？是黄色的。答对了，我们番茄家族除了有红色，还有黄色、绿色和粉色呢。不管是什么颜色的番茄，它的种子都是黄色的哟。接下来我要邀请两位小朋友到我家里来做客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小朋友们，我想考你们一个问题啊。有一种蔬菜，它圆圆的，然后红红的，吃起来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很美味。你们知道是什么蔬菜吗？西红柿。啊，西红柿，没错。来，小朋友看，这里就是西红柿啦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寻找西红柿，走。两个小朋友摘了这么多美味的小番茄，这下子他们回家可以美美的吃一顿了呢。对了，小朋友，刚才的番茄都种在土里，除了土里，他们还能种在哪里呢？还可以长在水里。哇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长在水里的番茄吧。这些番茄就是运用了浮土栽培的技术哦。快看，这是椰汤，番茄就是长在椰汤里面的，不仅能保证番茄充分吸收营养和正常的生长发育，更能主动避免一些土壤传播的病虫害哦。这根白色的管道是用来给植物输送营养液的，可以根据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情况配置营养液，达到精确施肥、节水施肥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小朋友分为倒戈队和摩尔队，去寻找三种不同的番茄，我们出发吧。哦，成熟的番茄洗干净以后，可以像水果一样直接吃，经过加工也可以做成很多不同口味的美食。现在我们就去果果美食屋，和小朋友们一起做一道和番茄有关的美食吧。今天的美食呢，是用西红柿来完成的，它的名字呢也非常的好听，叫彩色西红柿。那我来问问小朋友们，我们平时看到的西红柿是什么颜色呀？是红色。
红色的，说的没错。那之所以叫彩色西红柿，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往里面赋予很多其他的颜色。首先我们拿出一个西红柿啊，把上面的这个小盖子呢用刀把它切掉。好，这个步骤呢已经帮小朋友完成了。哎，我们把这个小盖拿开，嘿嘿，当然了，这个不要浪费，是可以吃的。因为西红柿平时啊有很多的吃法，我来问问小朋友，你们平时都吃过哪些做法的西红柿呢？好，你先说。就是西红柿鸡蛋面。小朋友说了，西红柿鸡蛋面，对吗？嗯，没错。还有吗？西红柿炒鸡蛋。对，西红柿炒鸡蛋是一道非常著名的中华名菜啊。当然了，直接放在这个面条里就是西红柿鸡蛋面。子怡，西红柿卤肉。啊，西红柿卤肉，哎呀，我还没吃过这道菜啊，没准非常的好，回去可以试一试。你说呢？还有什么？西红柿牛腩。哦，西红柿牛腩，哎，这个也非常好，通常把这个皮把它去掉啊，里边的这个哎西红柿的果肉和牛腩在一起，哎呀，这个口感非常的棒。哎呀，说到这里都觉得馋了。其实除了这种做法之外，我们平时这个西红柿还是可以洗干净以后直接生吃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西红柿拿过来，用勺子把里边的果肉把它掏出来啊。好，小朋友们使点劲儿，哎，把它放在这个小碗里，不要浪费。当然了，其实把它挖出来之后直接吃掉也是可以的，我可以来尝一尝啊。嗯，哎呀，很好吃。我们要尽量的把里面挖空，但是注意千万不要把它挖漏了啊。而且我想啊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里肯定都有西红柿，应该说我们都会常备这些蔬菜，所以说呢赶快拿出来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好的，我们把这个西红柿挖空之后呢，就得到了一个西红柿小碗啊，是一个小碗的形状。我们把它呢放在这个玻璃碗里，我们准备了一些食材，大家看刚才让小朋友进行分类的这个是什么呀？对，有一些玉米粒儿，我们把它放在西红柿小碗里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火腿啊，以及我们刚才用到的绿色的小豌豆。好，我们把它呢都放进西红柿小碗里，所以这样这个颜色就非常的丰富了，对不对啊？也就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彩色西红柿了。嗯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要拿出一颗鸡蛋，把这个鸡蛋呢也打进这个西红柿小碗里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把鸡蛋也打到了西红柿小碗里。但是呢要提醒小朋友们注意啊，刚才放这个我们的豌豆啊、玉米粒啊以及火腿丁的时候呢，哎，不要放得太多太满，否则鸡蛋呢就放不进去了啊。放得适量就可以了。你看我这个呢，哎，看上去呢就比较合适，鸡蛋呢飘在上面，颜色也很好看。那最后我们还要往这个上面呢放一点芝士。好，放几片就可以了。哎，让它飘在上面，放上几片芝士，哎，我们的前期工作就已经完成，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接下来只要把它放进烤箱就可以了。利用这个时间，也让我们来看一看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做的怎么样了。利用刚才的这个时间呢，我们也把桌子收拾干净了。接下来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，来吧。好，让我们来一勺尝一尝。哇，很特别的味道啊，的确是非常棒。
而且啊，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这个彩色西红柿呢，这种这个做法呢还是比较新颖的啊。小朋友们大口大口地吃着五彩番茄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接下来我要邀请三个小朋友进行一场蔬菜游戏大作战，让我们一起去给他们加加油吧。第一轮听好了，要找三样东西，分别是香蕉、苦瓜和黄苹果。预备开始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轮的正确答案，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呢？来，一起看。看一看。啊，这就是香蕉、苦瓜、黄苹果。来看看它们找的怎么样啊？黄队的宝宝找对了一样，那就是香蕉。嗯，非常棒。来，红队的宝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哇，这里有苦瓜是正确的，还有香蕉，没问题。这是黄苹果，也是正确的。来，蓝队宝宝，同样是苦瓜、香蕉、黄苹果。好，对了，为自己鼓鼓掌。第二轮呢，我们要加大难度了，小咕咚。哦，是吗？因为考验的是大家的这个记忆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加一样东西，也就是说四种东西一起来找啊。听好了，第二轮，青椒、猕猴桃、胡萝卜和火龙果。来，我再说一遍，别着急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先退回去。要找的是青椒、猕猴桃、胡萝卜、火龙果。开始，加油。特别容易搞混啊，东西多以后呢，有时候容易找错啊。但是我发现我们三位宝宝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，有的时候可能记不太清了，没关系啊。对，给他们鼓鼓掌。好，来，我们依次来看一下。哎，那么我们的红队的小朋友找到了青椒，没问题，还有猕猴桃，正确，另外两种没找到啊，没关系，可能是记不太清楚了。我们来看看黄队，哇，他找到了胡萝卜，胡萝卜和胡萝卜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按照我们的规定啊，算的是什么种类，而不是数量啊。看别的小朋友都把别的找走了，他就锲而不舍地把所有的胡萝卜都装进去了啊，感觉挺搞笑的。来看一看蓝队对了几个呢？哇，厉害啊！青椒对了，猕猴桃对了，胡萝卜对了，火龙果哇，对了，太棒了！火龙果就一个，被我抢着了，也不知道他认识这么多东西，通过这次比赛，我还对他那什么比较满意，挺高兴的，挺自豪的。好的，看来在这轮游戏当中，我们的三个宝宝表现的都很棒。来，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好吗？祝贺你们！玩游戏不仅能带给我们快乐，还能锻炼我们的身体。小朋友们平时要多多运动，不挑食，多吃蔬菜。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变得棒棒的哟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。
小朋友们，水果酸酸甜甜的，让我们一起来跳水果舞吧。我爱水果。红红的小草莓，酸酸甜甜的，黄黄的小芒果，香香又糯糯，橙色的小橘子，快乐维 C 多，紫色的小葡萄，一颗又一颗，挥挥双手，一起分享甜蜜的水果，酸的甜的圆的扁的，营养快乐多，红的绿的黄的紫的，一口接一口，吃水果呀有营养呀，身体棒棒的。红红的小草莓，酸酸甜甜，小香蕉，弯弯的，哇，水果酸酸甜甜的，我们要多吃水果，对不对呀？对，我们要多吃水果。红红的小草莓，酸酸甜甜。